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我们来看几篇有趣的 fast haul。第一个说的是 I have a big beard, and whenever I get meat stuck between my teeth, I pull one of my beard hairs out to floss。他少了一个 one， 这里少了一个 of， 帮他补进去好了，没关系。来，然后他说 My wife thinks it's disgusting, but I think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incredibly convenient。好，结束。All right。 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 beard， 那这个词叫做下面的胡子。哦，我讲错了，什么叫下面的胡子？你可能会以为是奇怪的地方，不是哦，就是下巴的。OK， 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还看到一个影片，说这里是下巴，那上面这里是什么？上面是上巴。好了，上面是人中。 人中的英文怎么讲？好像叫 philtrum 的样子，我如果没记错的话。But anyway， 所以下面的胡子叫做，我一直讲下面的胡子，下巴的胡子啊，靠北。所以下巴的胡子叫 beard， 那上面的胡子，也就是人中的胡子叫做 mustache， 也打一下好了。好像常讲这个东西，但无所谓。那你知道讲久了之后就是你的了。OK， 少打一个 s 这样子。而且 mou 的发音还是短音的 r， 它不是 mustache。 或者 mustache 不对 mustache beard mustache 好，所以它有一个 big beard 这边好下巴。那每一次呢，它有肉卡在它的牙齿里的时候 ，whenever I get meat stuck between my teeth， 它就会把它的这个下巴的胡子啊拔一根起来，然后来干嘛呢？当做牙线来剔牙。所以牙线这个字。 或者剔牙这个动作就叫做 floss，F-L-O-S-S floss， 所以 dental floss 就是牙线，动词就是 floss，OK， 好，所以他就把它拔下来，当成一个 dental floss 来 floss，OK， 所以 pull one of my beard hairs out to floss。他老婆觉得很恶心 ，My wife thinks it's disgusting, but I think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他觉得这个就对环境很好，因为 没有用到线嘛，可能用到线又被缠在海龟头上之类的，对不对？哈，而且它非常的方便，好酷。所以这第一篇来 ，Our nightmare neighbors have a fish pond。哦，所以他的邻居，他邻居前面加一个噩梦，所以他认为他邻居是个噩梦。他的噩梦邻居有这么一个鱼的池塘 ，which I kid you not has an entire security system implemented around it。 So sometimes in the middle of a night, I throw a stone over the fence to set it off, just to piss them off and get back at them. 为什么要 get back at them 呢？我有点不太懂，但无所谓。来，再看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噩梦邻居啊，他有一个 fish pond， 所以这 OK。咱们多看一下。我们了解到这些池塘，尤其是在一般人的那个后院或之类的，那一定是人造出来，对不对？ 那假的，我们就有 koi 这个字，所以 koi pond 就是我们讲的人造池塘这样子 ，koi pond。那还有 koi 这个字，还有一个字叫 decoy。那我们刚刚都理解 koi 是假的，那 decoy 其实跟假的还是也扯不了，就是脱不了太大的关系。所谓的 decoy 就是，假设我跟你一起在逃跑，为什么要逃跑我也不知道，反正在逃跑。我们假设一起去抢银行好了，那 好，只有我有抢，你没抢了。你在门口等我 ，OK？ 那，而且你跟我还故意衣着穿的一模一样，这样子。那我出来，身上揣着钱，开始跑，你跟我一起跑，警察在后面追。然后我们到了某个路口，就很有默契的一个左转一个右转跑掉了。那基本上你就是我的 decoy， 就这样，我才是真的，而你是假的，而你这个假的是来混淆视听的。 这就是 decoy 的 definition。OK，decoy， 中文要怎么说？我也不想翻译了，我只会用解释的。OK， 好 ，decoy， 所以还是离不了 koi 这个字的概念。所以 koi pond 再强调一次，就是假的池塘这样子。所以它有一个 fish pond，fine。然后这个 fish pond 呢，所以它用了个which先冠带它，然后后面的动词是 has an entire security system implemented around it， 所以这是一个主格冠带。所以这个 fish pond 它有一个 完整的保安系统围绕着它，他可能是怕里面鱼很贵被偷吧，所以他还说了 ，which has an entire security system implemented around it。所以这个 implement 就是安装下去这样子。那重点是我这里你如果看荧幕的话，我中间漏掉了逗点夹起来的部分。夹起来的部分它写的是 I kid you not。那什么叫 I kid you not？ 这里的 kid 呢，就是你知道 kid 是小朋友、小孩，可是你也知道 I am kidding。Are you kidding? Yes, I'm kidding。哦，所以 kidding 有开玩笑的意思。所以这个你看我这 I am kidding, I'm just kidding。 这是不是一个进行式？没错啊 ，be 动词加 V-I-N-G 嘛，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这个 K-I-D-D-I-N-G 事实上是 V-I-N-G 发音的关系，重复字尾 D， 所以这个 K-I-D 其实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开玩笑 ，OK， 开玩笑。所以我们常听到一个英文片语，就是或者甚至是一个英文句子叫 I kid you not， 就是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那为什么这里不说是 I don't kid you？ 就不是，它的固定的一个结构就是 I kid you not， 就是这样子，你就把它记起来 ，OK？ 不是 I don't kid you， 不是 I can't kid you， 不是 I won't kid you， 是 I kid you not， 记起来 ，OK？ 所以把它塞在中间，就当做一个补充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邻居啊，有这个池塘，而这个池塘呢，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有一整个保全系统围绕着它啊。你看这个中文听起来也是 OK 嘛？啊，这个池塘呢，没跟你开玩笑，不唬你。 真的是有一个保全系统在保护它。好，所以我再读一次这个句子 ：Our nightmare neighbors have a fish pond which, I kid you not, has an entire security system implemented around it。好，大家听懂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学起来，叫做 I kid you not。我真没跟你开玩笑 ，OK？ 不唬你，哦，没糊弄你，不糊弄你 ，OK？ 所以他呢，有时候在一个半夜的时候，他就会丢个石头过去，然后那个。 保全系统就会啊，就会启动它，这样子就会被开始这样。那他就是为了要来让我们很生气啊，半夜把人家吵醒，因为那个保全系统想了，他一定在家里会受到通知嘛，会被叫醒。然后他，而且他讲 to get back at them， 这里有这个概念 ，if you get back at somebody 是你对他复仇啊，所以我就不懂为什么叫对他复仇，因为我也没看他中间写邻居对他做了什么嘛，这样子好，但无所谓，这个大概不是重点。 那然后他丢了一个石头过去，啊，过了他们中间的那个围墙、围篱、范篱之类的，所以这个字就叫 fence。一般来说就这一个字。So he would or she would throw a stone over the fence， 啊，丢过去，来干嘛呢 ？Set it off。所以 if you set off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给启动启动可以了，好，启动它了 ，set off。通常这个字会用在什么地方？像例如说。 你启动一个炸弹 ，you set off a bomb 啊，是可以的。OK， 你可以把一个炸弹给它设定好，就把它装在那边哦。为什么讲到这种犯罪的事情？像你安装了一颗炸弹在 ，I don't know 纽约的时代广场，你把它安装下去是 you set up 一个 bomb。OK，you set something up， 然后等到一切都安装好了，好，该放的地方放好了，引线牵好了。 然后你给它按一个按钮下去 ，B， 它就开始倒数计时，那个才叫做 set off。OK， 所以 set up 跟 set off 是不一样的概念。set up 是安装好 ，set off 是让它启动了这样子。OK， 好，那 set off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刚刚讲开始，这个开始也能够应用在例如说出发旅行。OK，so we set off to 一个什么地方，这也是有的，就是了。 好，所以总之我们大概把它可以翻译成就是起始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了，这样子 ，OK？ 所以可以 set off 一个 set off to a destination， 或者一个 set off 一个 bomb， 或者所以这边这个 set off 它的 alarm， 它的 security system 也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就看两个就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